你听得到声音吗？各位同学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好，我们看到同学们的声音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去进入到今天的交易的讲解当中。好，那么最近几天的行情走的也算是比较大啊，各种各样的运行当中，我们注意到了美元逐渐成为这些行情当中。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货币对啊，就是逐渐由弱开始走向比较强的地方。那这种时候，我们再去看待行情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去把握住这些交易当中这些行情的变化，还有它的走势的这些结构以及能够把我们在交易当中的这些状况能够去把它一一的去反映在我们的交易当中。那目前我们来看到，在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图形就是还是比较符合美元强势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的结构的。那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状况而言，美元的走势还是非常符合我们在交易当中的这些判断。我们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那么今天是2018年的2月7日，口水里给大家带来的第1041讲的讲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从今天的交易内参当中来看起吧。好，交易内参当中我们会看到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去走出一些比较强的一些走势来看一下，在我们在行情当中认为，最近几天的图形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单边的走势，欧元自周五走到枢纽线下方以来，那逐渐开始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状态当中一个相对较强的一个这个走势当中去看到欧元的走势。相对较弱的一个走势，那英镑也是如此，所以欧元逐渐可能会走出一些双峰的形态我们来看一下欧元整体上的这种运行的状况和它的走势的特点。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今天也是冲高，然后走出了一个冲高，然后一个回落的行情整体上行情在走这个走这个冲高回落的行情。我们把系统调出来看一下欧元的这个图形。好，欧元在走的时候，那在昨天的时候点刺到我们的这个云图的内部然后呈现出向下走的一个格局。云图内部的这个图形往往是行情走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云这个地方是行情一个多空分界的地方这个云图是行情多空分界的地方。那云图在评判行情，或者说行情在走这个云图结构的时候，往往会看到这些图形会走出一些，一些就
依据云图来出现的一些交易的行情。那我们好多同学在之前学习过这种4小时图上的交易的节奏，那现在在4小时这个图级别上，就是回到了它的我们有同学在中间学过 M 模板，学过剑龙在前的这些交易系统，都是指明了它的这种交易的方向，就是指明了这个图形它碰到的这种交易的方向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云图当中的这个长均线、长期的周均线，还有我们的周数轴线。那目前我们看到技术面上，欧元有可能走出一个双峰的形态，有可能走出这个双峰形态。那这一个双峰形态在交易当中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双峰形态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上边有两个峰，下边的颈线位置大约是3.23个位置。昨天的时候点刺到，点刺了这个低点，点刺到低点，然后在点刺低点之后，这个图形开始走变化了。点刺低点之后开始走变化，又反转向上。我觉得目前欧元的这种下降的格局仍然在欧元下降的格局仍然在，还并没有走出说完全的这种反转的行情出现。所以我觉得。欧元还是蛮值得期待的这个货币对，我们来看一下交易内参当中对欧元的解释，平稳下行中间回测到1.24左右的位置去做空它，高位空还有1.2365的这些位置上去空狂去做空它，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就是1.24上方的1.24。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图形当中我们注意我们注意到的，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去看到的短多也不乏交易的机会。我觉得日内短多其实就是日内这个结构短多上去和交易的趋势稍有些相悖短多上去稍有些相悖，因为空的应该可以。那目前是65，今天的行情走到最高的地方，走到过正好是1.24，所以这是在今天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点了，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一个交易的节点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欧元在交易当中，实际上就蛮可以去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些欧元的空单的。这是双 K 反转往下走。欧元的这个空单不需要期待特别久因为欧元相对来说它的欧元相对来说它可能走出的这个走势或者说欧元可能出现的这种。欧元可能出现的这个格局，就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它走的不是特别远欧元这个图形走的不是特别远，它不像其他的这种行情能够走的比较远的这种行情，它走的不是那么特别远的这种结构。所以欧元也是需要大家去仔细去观测一下欧元的这种动态，或者说它的走势的这种格局的，相对来说，它的比较小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4小时图上，如果我们看到它，小时图当中它的趋势性，我们也来看一下。小时图当中趋势性，目前欧元的趋势性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欧元的趋势性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的结构的走势的图的结构。这是欧元的图形啊，刚才空了一单。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按照标准的图形去空的话，再往下一些空是标准的空点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交易系统的空点的话，穗形的点位上去做空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于我们的交易的图形。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走势的结构啊，欧元的图形。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参当中对欧元的再次来看一下欧元的评述。那欧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短多或者日内也不乏交易机会，结合这些交易的机会，形成一些交易的图形，欧元的运行的状况。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的运行状况。如果美元进一步下跌，将会促成欧元。相对来说，欧元和其他货币的走势的比对而言，我觉得欧元的这种强势，或者说欧元的这种图形，还算是还算是普通的一个阴图形啊，棒美今天使用了蝴蝶形态啊，就是在我们的亚洲盘解盘当中，蝴蝶其实上是特别多的去和大家去谈及了亚洲盘形态当中的这个它的这个蝴蝶的走势。那亚洲盘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会加奈老师特别喜欢用蝴蝶的这种走势啊，就是 X A、B、C、D 啊，会在低点形成这种交易当中的反弹。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状况当中，英镑有可能形成一个下跌的，它这个蝴蝶其实是下跌回调再下跌，走上涨波段当中两个下跌啊，上涨波段当中两个下跌。那这种行情，这种类型的下跌行情在，在交易当中也是蛮常见的，就是走出 N 型结构的下跌，然后 N 型结构的下跌又隐藏在上涨的趋势当中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类型的这个行情的走势。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英镑多空争夺还需从长计议。来看一下实体行情当中的运行啊，实体行情当中运行的英镑今天冲高回落，点刺高点之后开始继续原有的下行走势。我觉得英镑这个图形仍然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的它的这个图形呢，还是在一个，整体上还是在一个，行情的运行当中，
所以英镑还是一个向下偏空的一个向下偏空的一个走势，就是英镑。我个人感觉，在这些交易的币种当中，镑属于在它的空头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就是镑的这个货币也是比较单纯镑是比较单纯，镑的空头在这些货币当中算是一个最好的一种一个走势。棒是一个最好的走势。来看一下更高级别4小时图，棒还是在大型阴线的覆盖范围大型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那之前的这个棒大阴线回调震荡再往下。而且支撑阻力，所以我觉得棒在中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易的币种啊，算是中间如果有行情的话，棒算是一个棒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交易的币种。是一个比较，看一下棒的这种具体的走势了。棒在，这是棒的图形。那半小时图当中，棒目前。英镑它的走势也是回调到我们云图当中这是如果就云图来看的话，镑在反转之后，现在这是第三次行情的回踩第三次行情回踩到我们的关键的这个支撑位置。那镑在走这个关键的支撑阻力位置的这个时间点上，镑走了也是比较的，可以说是镑的走势的状况也是比较的。清楚，棒的走势的状况比较清楚，一波一波的下跌行情，所以我觉得棒也是可以去持有一些空单的也是可以持有一些空单的这种交易的机会，所以棒也是一个我认为棒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的币种。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再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币种的运行的状况。英镑的多空看一下几个币种那美元对日币的走势可以说是在昨天里边属于一种风险情绪的指引昨天是属于这种风险情绪在控制着。风险情绪在控制着我们的美元对日币的走势。那风险情绪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觉，在走势的当中，随着昨天的风险情绪的加强，美元对日币走出了非常大型的一个下跌的阴线。那这个下跌的阴线在交易当中，我觉得质量也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下跌，这是由基本面上的行情带来的，那
我们来看一下图形啊，美元对日币，美元对日币昨天是一个大幅的下跌行情，这个下跌行情基本面上我们看到，整体股票市场都是走出一个疲软的状况，然后带动了这个行情在昨天的时候走出了这种下行的一个走势的结构，那。过了这段行情之后，当这个行情走完了，就是数据行情，在昨天的时候，走完之后，那今天早盘的时候有所走出一些回升挺升的行情，那随后又开始继续的下行，欧元也开始动了，现在美元局部上美元走得比较强，所以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行情又回归到了美元相对较强，可但是。这些非美货币当中，那些具有避险倾向的货币也会走得比较强，所以今天看到美元走得比较强，但是黄金呢下跌得不够快，美元对日币呢没有特别大的上升，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大的一个规律性吧，应该来说。属于比较强大的一个规律性。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它。来，再看一下其他的币种在。好，澳币在宣布了议息决议之后，那当澳洲宣布了它的议息决议之后，我们注意到，澳币也呈现出了一个相对，走势相对完整的一个走势的状况啊。澳币，整体上澳币，我觉得在这些非美货币当中，也是属于一个交易当中的空头走势的一个币种。也是属于交易当中的一个空头走势的币种。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运行状况啊。今天的这些行情啊，虽然说美元属于比较单边的走强，但是这个行情呢，并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一个行情啊。相对来说，今天我觉得比较好的行情，欧元对日币是个比较好的行情，因为两种力量都在规避了美元。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币种，就是原油和美加是就是。技术面的一个行情，我们看一下原油啊。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做空了原油啊。今天的原油属于，图形上边比较漂亮的一个图形，属于在交易当中比较漂亮的一个交易的原油的一个图形。那原油在早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原油走出了一个4小时图上的一个顶部形态啊。这个顶部形态，我觉得。图形上也非常清楚，高点见低，低点的位置在之前，关于这个低点的位置形成一个破位，破位之后拉回，拉回之后的继续下行。原油在这个图形当中，我觉得，
还是走的还是不错的一种走势了，就是原油的。那如果原油继续下行往下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原油的一个 K 线图吧。最近有没有持仓做原油的同学，或者做美加啊？我觉得在最近两天的时候，可以去把原油和美加的这个单可以做起来。相对来说，这两个货币对，其实我觉得在交易质量上属于比较好的交易质量。我重截一张图啊，这个图没有把那个形态看出来，没有把原油的这个形态看出来。这是我们看到原油的图形，上方高点我们看到，这是原油之前受到的压制力量的这种作用啊，连续的三个点也是蛮符合技术面的走势啊，原油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那原油价格在这个位置上与之相影响的这些点位，我觉得上边倾斜的位置。下边水平位置的破位点，这是原油的关键的它的趋势线。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啊，这是原油在水平位置上形成的这些关键的点位，这是原油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原油形成的比较重要的三条啊，原油比较重要的三条趋势线。原油的原，这是原油的三条趋势线。那水平位置的这个位置呢，大约处在它的这个节点。如果读一下数字，几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位置，下跌破位关卡，震荡之后回到关卡，然后一震荡了，形成一个交易当中做空的交易机会。那这个图形如果继续发展的话，我觉得有这样几种可能啊，就一种就是说它继续在这个通道当中运行。就是这样的一组啊，这样的一组啊，这样的一组通道，就是这两个线形是呈水平的状况啊，就是沿着这个下行通道运行。当然，我们有可能认为说，这个下行通道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一些急促下跌的行情。那这个急促下跌的行情就是水平位置的破位。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水平位置突破了重要的两条红色的线形，我把这个红颜色。水平位置如果突破这两个位置的话，原油的空头将会，会原油的这个空头会进一步的发动啊，这两条的红色的线性，原油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原油有个好处就是，空原油的时候能够享受到利息的收益啊，空原油的时候，所以原油相对来说，要比做多原油的这种持仓成本，要好很多啊，因为做多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支付原油在这种持仓中所形成的持仓成本，而做空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就不需要再去在交易当中形成这样的交易的成本了。这是原油如果去承接它的这种空单的话，会有这样的有利之处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原油的走势的图形啊，就是下破的这个下边的位置是大约我们看到水平位置延长过去之后，我们大约会看到这个位置是62.75的位置啊，原油62.75的位置，也还是下一个关键的关卡价位。
62.75。那还有一个水平价线呢，是大概63.75。目前的报价是63.36啊，还是一个向下走的一个结构。那如果这个图形真的完成了它的走势的幅度之后，它会走到哪里的？上方从66.75破位的位置是62.75，走了4美金，下破的时候可能会把这4美金继续去走出来，或者走出一个4美金的一倍半的位置。所以关键的节点就是在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它能不能把62.75的这个关卡价位去破下去。今天我们第一次开始跟大家在喊单的时候，告诉大家去做了原油的空单，看看这个图形能不能继续的去走下去能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那目前来看，就是需要确定的就是在这个盘整区间62到67之间，62到63之间，它这个位置这个区间上它如何走？就这个区间如何走？如果一步往下，就像其他平台一些单边下破的话，那它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强。如果停顿一段时间，走到62.75停顿一段时间开始往上反弹的话，原油有可能在这边就是反复去测试几次底部形态，然后再次下破的一种格局。所以，原油如果做后市走势勾勒的话，62.75到63.75之间是原油的关键的位置。今天属于行情刚刚发动，所以，如果在我个人觉得，如果出现一些回调的高点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接它的交易去布一些原油的单啊。原油在最近前一段时间走了非常远走了非常远的结构，这是第一次形成 M 头结构，第一次形成这种 M 头的结构。如果真的成型 M 头的话，将会走出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行情，我们也算是拭目以待吧，看看它能否真正去走出这个行情出来。我把图形发给我们同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原油的这个图形。交易内参当中，今天再看一下，我们前边的这个需要看的这个币种。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原油，关于双峰的63.80啊，实际上，63.80这个图，我把图重新截一下。其实63.80这个位置就和我们刚才去读的63.75的位置是一致的。那目前这个位置已经破下去了，现在63.4几的位置，那我逐渐在走一个筑顶的过程啊，看它顶部形态能不能真的走完了。那中线布局逐渐开始进入到了先进入三分之一啊，我觉得如果这个行情再往下走，走到62.75再往下破的时候。那这个行情就开始出现新的交易的机会。另外，今天看到对比在1.25之上，所以美加也是可以再次去把，也是去可以把它做出来啊。刚才来看一下美加的图形。美加今天的多单并没有走特别远啊。甚至今天还亚盘的时候还走出了一些回调的行情。那整体上而言，我觉得美加站上1.25之后，冲高回落可能会有一些回落，但是基于原油的价格向下运行，
美加当中的加币可能产生一些走空的力量，同时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元也是走的相对比较强的，那这样的话真的可能会形成一些，交易当中的好的交易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放在交易系统当中，放置在交易系统当中，我们会看到，目前行情在破位前高1.25。破位前高，这是前边的峰值，4小时图上，在1月初的几个峰值，那现在破位峰值回调到低点，初步的防守点，我觉得可以放在1.2450走，给了大约50点的防守，往上放一些也可以，这个止损的位置往上放一些，就是跟得紧一些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个趋势性是比较强的嘛，所以可以。给他一些相对宽泛的这些止损也是，也是可以的，相对宽泛的一个止损也可以。原油和美加不要做的特别单，不要做的特别大，因为，这两个，一旦之前都是非常高的，不要做成一种，原油去做的空单，美加做了多单，做了头寸特别大。实际上是有一个加成作用，两个单有可能会呈现加成作用，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加币的图形。那另外欧元对欧日，今天早上的时候，减少了一些仓位啊，实际上今天应该是回调好好空一把的这种好机会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现在有没有同学持有着欧日的单呢？有没有持仓欧日单的？有没有现在持有欧日的单的同学？欧日也是运行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单，那我们焦先生，深圳的张家浩、刘俊宇啊、张斌都有欧日的单。其实欧日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真的是个明星货币啊，动起来非常的快，涨的时候涨得慢，跌的时候跌得非常的快，啪啪啪就下去了。欧日，而且。所处的位置啊，日线图当中，欧日所处的位置是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如果欧日在高位发动行情的话，将会是真的是一个千点行情。争取看看能不能在能在这个今年能够做出第一波千点行情出来，在欧日上边做出一波这种千点行情出来。大阴一根大型的阴线反转了三根强上涨的阳线，回调过后又出现一个阴线跌破了大阳线的这个大阴线的低点，下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前期的多单的那个入场位置，就是133的位置，再破，我觉得还可以再去把这个码再去增加一些，增加一些码，而且欧日的单，如果这个行情真的发动起来的话，如果这个行情真的发动起来的话，我觉得很可能真的会走出一个千点行情的一个图形出来。这是在交易当中的一个明星货币。这是欧日的单刚才我们去做了这个交易的单就是做了欧元的交易单。我觉得欧元交易单守它的前高做止损大约30点或再高的地方50点的止损，所以大约守在周数轴线到这个位置70点。
我觉得欧元守一个50点的止损，大约就应该可以。啊，欧元守一个50点的止损，就大约应该可以了。欧元对日币的这个单，我们看到欧日现在有两个，那欧日的这个图形，同样我觉得 stop loss 就放在1.3600几的位置上也都可以啊，就是欧日的单啊，因为欧日的单入场的位置是1.367776的位置啊，守到1.36136的位置的话，守到136是，这个前边的高点135就守到136吧，也还可以了。136就已经是，136的这个位置就已经是和现在有130-140点的这种行情，所以我觉得欧日可以继续去把这个单继续去。持有这个欧日的单，下方的这个多单，我觉得你不需要。如果这个单如果下边的这个单再次形成破位的话，就让它止损离场或者怎样都可以了。所以欧日的不需要再去考虑下边的这个 buy 单的这个因为它已经仓位极小了，不用做特别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欧日的布局，因为现在我想同学们持有欧日的还是比较多的。欧日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去说过啊，欧日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可以去把这个单去做空欧日的单。它可以规避美元像这种波动了。那我们看到中间就最近一波这个图形再去看待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欧日从高位上下来，这个图是比较小的图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大图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日从高位下来，4小时图走强烈的大型阴线强烈的大型阴线往下走，再走又是一波这个线形。这波欧日的下行行情有风险事件的因素也有欧元本身这个下挫的因素，所以这种力量相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是前一波的这个下跌的行情，这波下跌的行情中间有两个力量这轮下跌的两个力量。风险最高日币，这是基本面上的影响因素，构筑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构筑了这一组线形。那行情回到高点之后其实给出了我们一些非常非常漂亮的线形。那在交易当中，我们一直和大家去谈及在交易当中一些重要的一些线形，下跌回调到中间这个图形目测的话，它其实就是50%到6.18%，
而且是特别符合交易系统的一个，特别符合交易系统的一个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形还可以继续持仓。那破位下去之后啊，如果同学有日内交易，我觉得日内交易就平在134的低位，就平在这个前边的这些低点就可以，这是日内平仓区域。那当然，中长线的单还可以继续持仓了。日内平仓的位置放置在134左右的位置，那进一步的平仓单，我觉得可以放得更低一些，就是你用跟随的方法来去做这个单，通过跟随的方法来做这个单，使得这个单使得这个单能够做得更有效率了，就是它如果走出一些大的行情来，它能够更有效率的能够形成一些交易当中的盈利的状况。欧日，有同学说欧日没买，现在可以买吗？不，那我觉得欧日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点了啊。欧日已经过了时间点了，我回答一下我们同学的问题。有同学问到说，欧日现在可不可以买？欧日现在已经不能买了，因为不就是不能入场，因为已经行情开始动起来了。行情做的时候总是从这个没动发展到动，这个时候才可以去做，没动到动，动的时候这个交易的机会就过去了。有同学问到美瑞可不可以买入啊？其实美瑞和欧元是镜像，美瑞和欧元是镜像啊。美瑞现在确实是可以买，你也可以空欧元，也可以空美瑞，这两个图形是一样的图形啊，很多时候是一样。所以你去把这个交易做在美瑞上面也可以，做在欧元上面也可以，不要去重复的做啊。就是如果有同学做了欧元的这个空单，美瑞的多单呢，就可以少做一些，防止在某些时候，仓位一下走的，就是一下走的特别特别大。对，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图形，留几分时间和大家去提问题啊。很多时候，对，还有一个提问题之前，那，除夕的时候我们会放假一段时间啊。解盘会停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好多同学都是中国的同学特别多啊，澳洲的同学也特别多，那除夕的时候，15号，2月15到2月26号啊，会休息一周，下周的星期四啊，我们就开始停止解盘了，因为这一天呢是除夕夜啊，大家就安安心心去过年去了，然后再下次解盘开始的时候呢，会在26号开始，那么这一段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不停的啊，当然中间有些会停止，就是亚盘会停止，就是 A50 啊、港股啊这些会有停盘，那国际金融市场并不会因为中国过春节而停盘，那我们中间去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同学们有一些长线如果有些长线的交易，在中间出席一些头寸的变化呀什么的，大家还是可以在群当中问我的。好，这是我们他啊，来看一下，昨天和大家去谈及的A 股走势啊，应该是往下空啊，今天这个行情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走得相当相当的一个走势啊。那破位的时候去空，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学有没有去做这些空单。今天的股指走得非常的清楚，砰砰砰，那个相当棒的一个走势，朝着1.33去，行情动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动得非常快。所以昨天琪琪同学，
如果昨天没有把这个单平的话，今天会这个盈利会增加一倍啊。那我们同学他是从14600点做到了14200点，做了400点啊。昨天觉得是非常棒，但今天稍一抖动的时候，它目前的位置是13100点，已经非常不错的平仓单的位置上。再往下又走了600点，行情走得也非常非常的棒啊，言犹在耳的时候，这个图形已经过去了。那同学问说，现在可以破空了？不是，行情如果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空单就没了啊。没动的时候是有的。昨天我们说破位1.42啊，142或者14200点可以空，现在就已经没机会了。啊，纽币的空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纽币的空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我觉得澳币可能要更好一些，澳币的空单要比纽币的空单要更加理想一些。汉奸发国难财，这是我们的同学，你看做 A50 的有。14400点，14400点，14500点，14500点，哎，从高位做下来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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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都已经就在这一段时间上就已经抓到了一个千点行情了，就是 A50 上都已经做了一个千点行情，真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琪琪同学做得非常不错，了不起，繁花大叔问黄金可以空吗？我觉得黄金整体的这个图形，黄金的内生动力，如果就单纯去谈美元的话，我觉得黄金整体是往下走的。但是由于股票市场走得不太好，股市走得不太好，风险情绪有些高涨，所以这个黄金呢受到了一些追捧的力量，所以我们似乎，做黄金还没到那种完全完全的这种好时机，技术面上当然是往下做的，技术面上当然是往下做的。还有同学问美加，美元对加币，刚才我们说过了，美加现在持有空单啊，持有美加的多单，原油的空单也在持有，原油这波行情在今天的时候，在62.75到63.75之间破位下行，形成了这个原油的非常好的交易的机会。我觉得原油这波行情如果能够真正的发动起来，并且破位到62.75下方的话，原油会走出一个特别大的行情，原油是特别大的行情。所以，原油可以做，然后美元比较强，原油弱的时候加币弱，下是一波上涨的趋势也比较好。我们四川的有位同学有 A50 的14400点的A50 的浮亏单这些单都不太理想啊，这些单都做得不太理想，就是第一个交易当中14000多点的这些单啊，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是在什么位置上去入场的这个多单。多单走不走，走不上去。在昨天的时候，这个下破的这个位置，他说应该去做止损啊，14200点的这个点位应该去做止损，因为我们昨天说这个位置一旦下破，就是长期做空的人会蜂拥而至，会蜂拥而至，会一下子去赶在这个行情当中。那这个时机特别去小心和留意的一个。是应该小心留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中间这儿是，不太应该去做这个单啊，我们同学。有同学问到原油是否可以挂一个破位单，破哪儿呢？原油破哪里呢？我们有同学说原油破位单，如果要是有仓位在手中的时候，
那这个破位单应该是破下方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可以的，破这个下方的位置啊。你如果做个示范的话，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做个示范，然后我们这个是破位的单，那不是市价成交挂单的成交，它的交叉位置啊，往下做这个位置是。大约是6275，62.75的位置，啊，62.75，啊，那真正到了这儿的时候，前边的一个单已经盈利，盈面已经不小了。啊，这是一个加码单嘛，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是可以去，啊，可以去。在这个位置上去补这个仓位的啊，没有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单是可以可行的。我们有同学今天早上做了63.90的空单啊，也是非常好啊，挂单挂到63.90，那其实跟我们今天早上入场的位置是非常一样的啊，我们的入场位置也是在这儿啊，所以挂单挂的也是不错的啊，非常好，63.90的位置上的空单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空单。晚间的时候，今天现在是悉尼时间9点钟，10点到11点的时候我会在我们的课堂上和大家去谈一个交易啊，面向香港中文大学给这些大学生去讲的一个金融课程。今夜我们谈谈交易，南辕北辙散户亏损指南啊，就是讲各种各样的一些。投资人是怎么样去亏损的？时间是北京时间7点到8点，星期三，悉尼时间是10点到11点啊。今天晚间的美洲盘的解盘向后推移1个小时，11点到12点进行啊。那一会儿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会再次开始今夜我们谈谈交易，然后明天晚间的时候，除了我们正常的解盘课程之外呢，我还会在这个做视频的连线啊，远见财讯的视频连线，1个半小时视频连线，时间应该是北京时间7点到8点半的时间啊，所以有时间同学也可以来听一听啊，当然视频连线的这个讲解的，这种专业度是有了啊，因为 Kevin 老师讲的专业度是有了，就是深度可能相对偏大众一些，和漂亮女主持人聊聊天，说说话，来谈谈交易。那我们这个讲解就到这里啊，我们1个小时之后再见，谢谢各位同学参加。